真正有福气，尊严伊得路人真正有福气。你袂当用双手打拼得到的啥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你的厝内，亲像后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子归类伫你的桌，亲像干那知。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一定是这么幸福。愿耶和华祝福予你，祝福予你甲你的子孙。这时，咱请起立，咱来新的改变。新的改变，你的信心尽显真理，加速你的上帝，这块是我的安好之地，你的人生亲像曙光，你的行处变成真理，今日要来是暖暖，加速你的同好，我的心来有你，就是你的生命，亲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阮伫即个圣的主日，我们联合礼拜来庆祝父亲节。我们对上帝你献上阮的欢乐甲感谢，因为你赏赐阮有一个好的老爸来养饲阮，来照顾阮。我也特别感谢你，你是阮亲爱的老爸，你照顾阮，伫阮的一生特别。拜日，你所有祝福在阮的顶面，你要让阮的子孙围绕在阮的四周围，让阮得到你对顶面来的祝福。愿献上阮的欢乐和感谢，因为你是阮亲爱的爸，阮的天父，阮的上帝。阮在世上繁华的时阵，吵吵闹闹的时阵，阮看着台北。看到教育部，或者四周围坐坐这个细囝，因伫遮伫咧为着因未来因的学习的方向，因所要学的物件，因所要受这个教育，因有因的理念，但是阮也求天父上帝，你予这个细囝，也对因的老爸，对因的是大人，也当领受因对老爸的这个恩典。我们会当少年，我们会当回头，也少年面的老爸纪念因的老爸，也友好对因的老爸，亲像着爱敬畏你一样。阮将这少年人因未来前程，甲阮的国家未来在教育的事工，交代于上帝你手中。阮相信上帝你一定会。开拓一条路，或者细囝，或者互阮的国家得到一个和平、得到幸福的家庭，得到幸福温暖的社会。阮祈求你看顾阮国家，阮才会当值的人，才会当值，拢有你的智慧。在处理每一项代志的时阵，拢祈求上帝的依然。到伫因的中间，甲因三合作伙，互伊伫拟定政策的时阵，会当有上帝你的心，甲因三合一体。阮也祈求你照顾阮社会每一个阶层，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，照顾阮每一个人，会当对社会的了解，会当更加明白上帝你的名，愿临到伫阮的中间。阮通过祈祷，阮通过孝念，阮通过反省，会当更加亲近上帝你，更加倚靠上帝你。阮也祈求伫阮纪念父亲节，在联合礼拜时，照顾伫阮每一个人，拢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。上帝在厝的交代伫上帝你手中，求上帝你带领。安尼恳求感谢，感谢所有名。